一觉睡醒又到了武汉了。等一下早餐先去吃个面，到了武汉吃什么面谁能告诉我，哈哈，想到的开心了，嘿嘿。早晨六点半的武汉多漂亮，晚上对面的建筑物呢又有灯光的，又是另外一种漂亮。这个麻将真香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